您现在收听的丽江为您送上的，我是主持人景华，我是主持人，我是节目主持人一成，我是主持人丹平，我是主持人东东，我是主持人杨飞。回到澳洲东方台海燕直播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飞，是主持人刘芳，大家好，我是俊，我是主持人一。我祝愿东方台以八周年作为新起点，为海外华人助圆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里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风风雨雨走过了八周年。昆州赈灾活动现在开始，希望东方华语广播电台早日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新锐传媒。放眼未来，我们将加倍努力，恪尽职守，共筑新的辉煌。我们见证了东方台大家庭八年的欢乐历程。八年来，东方台为华人华侨及其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知不觉，东方电台已经八周岁了。希望我们能和东方电台一样充满活力，永远年轻。东方台是培养我成长的地方，衷心祝福他生日快乐，祝福我们东方台这颗在澳洲冉冉升起的东方之星更加闪耀。在东方台八周年之际，祝愿东方台生日快乐。我衷心的祝愿东方电台越办越好。衷心的祝愿澳洲东方华语电台生日快乐。八年来，我深深感受到东方传媒人拼搏向上的慈善精神，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够超越梦想一起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15年7月7日，欢迎收看澳洲东方华语电视台东方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们东方电台迎来了八周年之际，衷心的感谢你们对我们电台电视台的支持，希望我们电台电视台越办越好，成为我们中澳文化交流的桥梁，愿祖籍国繁荣昌盛，让世界更加和平。东方台，东方台，八周年，东方台，东方台。